庄严的佛号声为吉祥月的祈福会揭开序幕。慈济志工带领民众诚心祈福。我觉得感恩月是一个很好的月份，就是让我们说反省说应该做些什么，珍惜些什么东西。因为烧金纸产生的那个二氧化碳真的是危害我们的健康。志工以实例举证，希望民众改掉烧纸钱的祭拜习俗，为环保出一份力。烧金纸就等于烧掉我们的金钱呢，我们拿来做好像是说捐出去也是好了这样咯。最好是不要烧，会影响到整个气球啊，这种污染啊。拜在我就行不了的，我们要诚心去拜，要供佛拜啊。领个平安回去啊！啊，领个平安回去啊！祈福会结束，民众把平安祝福带回家，用正念迎接换喜悦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